三月十三号一大清早，许多朋友都聚到茄定资源回收厂旁的湿地等黑面琵鹭。大家预期今天会大丰收，偶尔有一小群黑面琵鹭从天上飞过，但没有下来。本来太阳还没出来，他们应该已经纷纷降临了。现在太阳都出来了，好不容易才等来了两三只。人太多了，他们不敢下来。另外还有一个原因，就是他们已经陆续的北返了。3月16日白天，顺道绕进来看看，鸟很多，黑面琵鹭也还不少，可惜都没有繁殖羽。不过王老师告诉我，繁殖羽的黑面琵鹭在高雄还是有的，因此我想在他们走光之前再去找找漂亮的繁殖羽。今天3月17日，我到鳌谷千岛湖中，两只白皮在觅食。再往前走，漂亮的皮嘴鸭繁殖羽闪着绿色的光，白鹭依旧在路边注视着鸬鹚的动静。鸬鹚大都转繁殖羽了。远处海茄东下有一只优雅的黑面琵鹭在鲤鱼，趁着暗色的背景，它的繁殖羽显得特别的突出。虽然头上的饰羽还没有那么金黄，已经让我惊艳了。
再往前走，林子里有不少黑面琵鹭，隐约的金黄色透出，令人兴奋。还有不少繁殖鱼的黑面琵鹭还没北返。这只 M30 脚环的黑皮是2019年6月22号在南韩释放的。路边的海茄冬，枝叶间闪现白色身影。有两只有繁殖鱼的黑面琵鹭飞到路边的沟渠中，距离路面仅约10米，有4台车在跟拍，大家爽歪了。这么近的繁殖鱼太难得了，而且我拍了一阵子，先离开了，20分钟后再回来，他们还在，又拍了一阵子，真是过瘾啊。在这里还看到不少的有繁殖鱼的黑面琵鹭啊。现在是中午休息的时间，我想顺便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脚架
架在车上这个脚架，因为我看大部分如果是拍照的，很少说把脚架架在车上，大部分都是直接手持啊，放个沙袋啊、豆袋啊，然后就直接从驾驶座这边啊，直接往外拍。那这个拍照是可以啊，但是你要录影就不行啊。那拍照同样你也会碰到说在右边的啊，就是你车子因为在道路上有很多种情况，有时候你刚好它就是在你右边，你没办法转。这个时候啊，你需要啊，然后这个我觉得啊，有些人没有把这个脚架架在车上啊，有一个原因就是他的脚架不好架，就是架在车上不方便。那是什么情况呢？就是说你如果买这个脚架的时候，你这个脚架如果是三节的，它每一节都很长，它这个很长啊，所以这个架上去以后就会太高，不好用啊。所以你如果要在车上架脚架，这个一定要选四节的，四节的它每一节比较短，所以可以这样架上，这个高度刚好，然后这个脚只用一节啊，就一节架在那个，然后这个脚用两节啊，两节伸出去啊，把它，然后你这个都要把它搬起来啊，才能够比较灵活运用。这两节架在这里啊，我这里是在第二个卡口这里把它卡住，不要让它继续滑下去。然后这个脚就直接架在后面的门边呢。我这个是用三节再多一点点啊，三节再多一点点这一只啊。那这样的话在这里它的高度很适当了哈。然后你如果这个还可以有伸缩啊，你如果这个稍微点可以拉过来一点啊，就是这样子架的时候，我们拍的时候会稳定很多，稳定很多啊。所以另外一个啊，你看我这个把手啊，弄到前面去，把它弄来架这个麦克风了哈。这为什么呢？这个云台啊，非常的老。我如果要用把手这样移动的话，它这个动的，就是你一动它就动很多，然后就是不顺啊，就会有那种问题。那我现在都是这样，手抓这里这样动，杠杆原理的啊，你这个没有什么那个距离啊，杠杆很就是直接在这里转，所以它很平顺啊。你这样转，这样追踪非常好用。那之前用这个把手啊，常常都操作不顺啊。当然你如果是云台比较新，它的功能比较好啊，你再怎么力道啊、大小啊，对它影响不大，它就是很平顺啊。有些那个就是没有问题啊。这个老的云台啊，所以如果说有朋友他，你如果录影，然后这个在追踪的时候很不顺的话啊，我一般是坐到这里
啊，有时候是在这里，这里的话好处就是说你要上下，你可以上下啊，上下也可以啊，这样。这样子啊，所以你如果有一些比较简单的脚架，它也有那种不顺的问题，你可以尝试啊，可以尝试抓着下面条移动，也许可以改善。好，这个是今天附带的，顺便给大家介绍一下啊，谢谢。